日前网传一群人移在空军基地前开派对跳舞，有者甚至穿着性感而引起。根据网传视频可见，数名无意男女在基地里一间写着皇家警队 BZM 建筑物附近的空地上跳舞，更有人一身朋克且穿着性感惹争议。此视频传开后引起网民热议，部分网民质疑为何这种僵尸舞且穿着性感装扮可在景区开放，有妨害风化之嫌，但也有不少网民对此表示支持，纷纷声称这并没什么不妥，认为版主小题大做，刻意制造话题引纠纷。而且警方澄清该建筑物已弃用，且有关舞会由龙市政局批准举办。十五杯景区主任阿米西赞助理总监指出，有关2023年摇滚世界舞会 Rock the World Concert 是于2023年12月16日在吉隆坡旧机场路的空军基地举办，他澄清举办舞会的地点为旧空军基地，目前已弃用并已完全交给开发商。据有关空军基地也曾是我国机场，是马航最早推出航班的机场，但随后被转作空军基地，目前则已废弃并在吉隆坡市政局管辖下。